你要钱，凭什么你的饭才这么多？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你跟打饭阿姨串通好了，将我们的饭菜都盛到了你自己手里。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哼，跟我装，既然我们没得吃，你也甭想吃。喂，你们给我等一下。劝你别多管闲事儿，我们老大可不好惹。闲事我倒不管，我就想知道这餐盘是谁扔的。我扔的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生气。告诉你，不要浪费粮食，更不要打扰我吃饭。喂，我的饭可记在你头上了。